天天气冷吗？好冷啊！我们现在要穿什么衣服才比较不冷呢？今天有下雨吗？没有下雨，但是流很多雪。雪才，我们不可以出去玩。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呢？好冷的天气来了，应该今天是很冷的。天气很冷了，我们该今天要穿什么衣服才比较不冷？就是我，那这里面有很多衣服，我们该要穿这些先。这些就是。还有什么呢？你该找到了，你先问我。我们先看他有没有放一个图片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吧。这个很多图片，他会教你们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是要学这个了。很好，给我记到了。现在全部的收起来。原来它后边也是有的，以为没有了。那看你会找到吗？找到了你才给我答案吧。那我们来一起找一找。我们先找这个。那你看哪里有吗？它这里很多的。这衣服，这个衣服吗？是吗？应该不是吧。那你可以找给我，如果你找到了，你就给我答案呢。好，我们先来找吧。开始找哪里？你找到了，那你就问我现在。这个是给你营养的。安静，算了。好，你找到了没有吗？如果真的找不到，我们先再找一多次吧。是这个吗？找到了，我们先放去这里。
放了以后，心脏我们要找这些衣服。那个心我已经找了，先找到了多利一轮，看有没有，是这个吗？你们是不是刚找到了衣服？你常问我呢。找到了鞋子，我们先放这里吧。我也是找到了底裤，是这个吗？先放这里吧。衣服你该找到了吗？是这个吗？冷的天气，好，找到了吗？找不到，我们先随便找吧。找到了衣服，我先粘在这里吧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玩这些。现在我们要看图片，它怎样放呢？衣服是放在它这里的。还有底裤是放在它下面的底裤，鞋子是放在它的下面的脚上，星星应该是放在上面的。我已经好了。如果你真的喜欢 ，subscribe 我 ，give a channel。再见，以后下一个我们再来吧，拜拜。